到这儿来找猩猩王的。 猩猩王身高50尺，地大无比。退退！这根本没有猩猩王，上当了！上当了！我们已经找了这么久，不能半途而废。我们有信心，一定会找到猩猩王的。 我想明天带你和猩猩王回香港去。啊！猩猩王已经安排好大后天在香港表演，我坚决反对，拿猩猩王做商业工具，一定要把他给杀了。